嗨，大家欢迎回到，不是欢迎回到，是欢迎来到线上塔巴塔 battle 大赛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第一集，也是网开先例，我们重金礼聘了来自海外，应该是来自洛杉矶的一位重磅选手。那我们就来准备欢迎他登场，欢迎我们的 Venadiso。哎 ，Venadiso， 你好吗？不好。哎，这个讯号从台湾要打到洛杉矶，那讯号实在有点不好。哎，你最近在家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被老板半夜叫起来连线塔巴塔背后，真的是够烦的。你现在手表那边是显示几点？半夜啊，4:42啊。赞呐、啊！好啦，那今天这一集呢，也就是网开先例，我们要来一场线上的对决。因为最近实在太久没出门，没有办法在实体的赛道上来参加一场 battle， 所以接下来我决定企划出这一系列的线上 battle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即将在六分钟以内的一首歌分出胜负。我唱六首歌应该可以赢你啊！那等一下六分钟呢，我们就会里面各出四个动作，所以每个人会围一次你一次，我一次你一次，然后看谁先没力，这场 battle 最后就失败，那留到最后的人就是赢家， OK 吗？你有没有把握？有啊，有信心，没有把握。好，那等一下的规则就是我先开始，然后30秒，然后30秒中间会有15秒的休息，就会换你进攻。换你进攻的时候，你要在休息这段时间，然后跟大家讲下一个动作你要做什么。那如果我没有跟上你的动作，我就算失败；你没跟上我的动作，是你算失败。所以最后看谁失败的次数比较多，就落败。那如果你是跟得上比较多对方的动作的话，就获胜。OK 吗？我们等一下就一起，要一起喊好不好？3、2、1啦！好，我们3、2、1一起来一下。3、2、1 Let's battle！ 你有听到我的音乐吗？听到了。准备了，我等一下先出招，30秒。第一个动作，俯卧撑。哦，还跪着哦，好贱。跪地，跪地。没有悬空啊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没有啦，我第一个先热身一下，不要太难嘛。加油，还有15秒，可以啊，还可以吗？我感觉你快不行了。你有没有悬空这种算什么？出招，等下换你出招喽。哎，你的手都没有标准打直，好不好 ？OK， 换你了，换你出招。休息15秒啊，好，好。15秒而已，换你了，来了，准备了啦，仰卧起坐，好，仰卧起坐，看仰卧起坐，你怎么看起来都躺着啊？我是坐太快，你看不出来好不好？我1秒已经4、5下了，那你为什么没有声音呢？那个画面要更新一下。好累啊，休息了。好，既然你刚刚派出腹肌来挑战我，我们就继续腹肌下去。等一下躺在地板上，然后往上下的拍水。这个以为有教过我，这我 OK 的。Go， 开始了，肚子出力。现在看起来是1:1平分秋色的状态，我看起来你快要不行，膝盖打直，耶，加油！啊，哇，肚子好酸，好酸啊，好酸啊，我赢了，耶，换你了，等一下啊，换你了，还有还有一招，剪刀脚。一样躺着、啊，好，剪刀剪刀，对，躺着，左右交叉，对，开始了，哦，哇，你继续来腹肌就对了啦，互操，操到你不行为止，哇，肚子好酸啊，还有15秒，哦。快爆炸！加油！
休息啊啊，换我了。我下一个动作一样，腹肌登山者式，哎呦，跳的，加油！这怎么做啊？楼下连续的，哎呦，肚子受累，快点！我这是弹珠跳啊！啊，还有十五秒，啊哥，这是一半的波比跳。好累啊，大哥头湿了，我再洗一次澡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哦，换你了，剩两次了。啊，波比，波比。哎、欸，你剩两次，我剩一次。躺着。干，就波比跳。波比跳，这样撑起来。五、哇，哪个？谁？哦，乔治啊。谁？谁？这动作很不好看哎，这样顶是对的吗？用力顶，跟着我一起顶，这样顶没问题吗？啊！啊，不是，衣服都湿了，撑住！啊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换我了，换我了。我们等一下，螃蟹走路，啊，撑起来，干，往前，你都给我想怪招，往后，快点开始啊！屁股不能掉下去啊，你屁股太凹了吧？要一个么字形呢？干，这要怎么做？加油，屁股夹紧成一直线，想象你是一只螃蟹，不觉得我很像螃蟹吗？我只能这样子、啊。快点，快点！我我不能投入，肚子受力了，不行了，换你了啦，换我，最后一个动作了，最后一 round， 换你了，最后一 round。啊，我知道，我想到了，这样，准备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要动吗？跟着我一起做。哎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你节奏太慢了啦！换边，换边，我还要换边，专业的啊！果然我们洛杉矶来的选手很厉害，好累啊！你说洛杉矶，只有 Kobe 看过，好像是世界最巅峰，结束了。好了，我输了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刚这样大概六分钟的暴汗，你觉得还可以吗？我觉得好累啊。哎，你们平常在上课这样真的很累，还要一边讲话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平常这样上课的时候，真的教到后面会很喘的，因为你一直做动作，然后边讲话，加油！还有三组摸肩膀，跟你讲到后面超喘，然后我们都偷偷可以请你找其他跟你一样厉害的教练吗？好，你说来宾找强一点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来宾太强的时候，大家不想看啊，就是想要看你被垫背的样子。我觉得这样还 OK 啦，我们就再继续尝试，接下来反正我们就这个系列，我再邀请更多人来挑战。但第一场今天好不好？ Okay. 你已经输了。对啊，你刚太多动作都在偷懒，所以那个这个月薪水我们先减半。Okay 啊、你可以回去睡觉了。再见。三八六八六地头。Ali Magasi， 开工喽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像这样的系列线上对战的企划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甚至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接下来想看我们挑战谁，或许都有机会成为下一节来宾哦。我是你的家长队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